几点打掉，因为他一定需要补给在旁边，大概要三天到四天就要把它重新换掉，三到四天没有油的话是完全不行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你说其实，所以你说，哎，其实从你组长出来，你说好了，我要通过巴士海峡，你要到台湾的这个东部，你好像对我们很大的威胁。当你要到台湾东部的时候，你已经快没有油了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它事实上是我们刚才讲是启动了48小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它如果从起床时这样加速。